这个叶子是啥主题的一个演讲，这来自讲几句话吧，讲句话。因为这个参加这样的会议吧，自己确实是非常激动的。这个一激动，这个昨天来的时候吧，就忘了，因为账单可没有了，确实吓得是吧？一说，就是说的。这个做自己空，你就从这一次想把自己吧，值得不值得研究。再一个是，龙书记在那介绍我的时候，我坐那儿心情吧，就是害怕人多。这我这么多人，万一回来上飞的，准备一次回来吧，都是悄悄的。因为我记得十多年去，味道嘛，我那儿群里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想。加票在我这儿多疼，坐拉车都拉，拉车。所以说这个，所以说这个，在家乡你只能扶起扶小，见谁就给谁笑脸，见谁就给谁扇脸，还扇。因为这个你在表现不好吧，这是骂开了，这个扶老乡亲吧，就骂这谁谁那娃又回来了。早知道，看对什么，叫我来办事，肯定都是来办的。就用这个家乡话来说，你要闹，我就把裤子脱掉，啊，就脱掉啊，就脱掉。所以说，这个开这次会的时候，我主要是讲了这个我和家乡的关系，家乡怎么生活养我。我在家乡生活了19年，离开的。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是那个时候。我说一句话，苦难在乡下，饮食习惯永远改变了，这个胃就决定了，最根本的东西也就在这儿建立。所以在这一次，上一届的研讨会上，我就谈了这个我与家乡的关系和感情，说今天吧开这第二届，第二届吧规模评委奖，一些评委奖，有些是很年轻的评委奖。学者或者教授赞奖，说在这里，确实衷心的感谢上饶学院，衷心的感谢全国来的、国际来的评委奖、作家和这个专家学者、专家学者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确实不是一般客套话。你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感谢，我自己都知道他的分量，他的分量，确实是发自内心，从骨头缝里发出来。但是来谈什么？因为这个准备这个稿子是我确实准备了一整天，我自以为我写的蛮不错的，里面还有好的理论色彩，这就是就是糟糕的，就是把这个忘了。说早上起来赶紧坐了坐在那儿，赶紧慌，起诉了几天，但是在那慌慌张张中，你肯定写不出来那些好句子，那些好想法。一脑子一急，就啥也想不出来。所以我在这儿简单谈一下，目前中国有一些是发起在除了开会活动以外嘛，就是不停的读书。因为作家吧，这个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自己就是创作完这一个阶段就补充了好多东西，补充很多东西。所以这个时期吧，也读了好多中国的古籍的一些东西。因为我这个读书也特别快，特别快，这一点还是有优势。这个浏览了好多东西，所以对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吧，也自己也以前也做没事吧，做那儿做过一些事情。而我自己觉得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的写作，作家写作，就像那个一个国家。一个民族，它的经济发展、政治发展，它都积累，是自己有这个特殊，也就是用一句话说，这一个怎么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遍的东西，普遍的东西。当这个变成，当积累努力以后变成普遍以后呢，当遇到更高标准的普遍的时候，就将自己自以为已经普遍。用笔打回的黑书状况。
状态，然后再由这个推迟，再想尽办法又变成这个普遍，然后再遇到高的标准的时候，再从那种普遍化再把你打回原形，再变成这个推迟性，变成这一个，如此反复循环，这个文学化才能这个才能达成，一个国家才能，作为这个国家政治来讲，这个国家才能强大，作为经济来讲，这个国家才能发扬，所以文学化也是这样，文学走的路子也是这样，不停的反复，不停反复。因为中国文学在这个新时期以来，确实是经历了这么反复循环几次。为什么说循环了几次呢？现在说是这个，或者说是世界的都在关注中。据我了解，现在大量的中国作家作品被翻译出去，并逐步的得到世界的一些反响、一些回应。回应，这就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文学，关注中国文学。但是呢，中国文学咱一定要清楚，中国文学目前在世界文学上还没有话语权，没有说什么是个标配，啊，我是标配。它不是，如果借用一个词是，它不是那个文明轴心轨，是文学上的文明轴心轨。这就，我觉得这就是目前中国文学的一个态势吧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一定要清醒自己的处境，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文学的地位，而且知道我们这个地位与世界文学的关系。故原来这个，我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个外国作品，里面有句话，就是要永远要面对永恒、永恒和没有永恒的一个局面。这个意思，它就是如果有永恒，就永远有永恒；你还没有出现永恒的时候，已经也要面对着没有这个永恒，在追求这个永恒。这就说是起码。搞写作人要明白自己身处于这个时代的文学的一些状态。那么我们要我们的文学，又一日能有大的收获、大成吧，能成为一种所谓的普遍，能成为文学的文学的制作国，就得我觉得就得扩大我们。文学事业，这一点我在好多场合也谈这个观点。这个事业吧，它不是一个区域的，也不是一个国家的，不是一个民族的，它应该放眼全人类的、全球的。否则吧，你不突破这个限制，否则吧，写作就只可能形成一种宣传，或者说只能是就事论事。失去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，这是我一直强调的。当然，这一件自己心向往之，但是我做不到，这一件也是不停的在提醒自己。作家写作，怎么认为作家写作写到最后的时候，或者年龄到一定大的时候，它不是比这个写作技巧，也不是比你的知识多丰富，有多少写作经验，或者说你这样那样的，不是比那个能力，而是比一种能量，比一种能量，就是面对大海，就是说面对大海，你用什么来掏这个水？你用杯子来掏这个水，还是用碗来掏这个水，还是用一个小杯子、小粽子来掏这个水？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不停地要敲打自己，提醒自己。说如果你的视野扩大了以后，你看生活就不一样，看社会也就不一样，而且你选取的写作素材它也发生了改变，而且你用这些素材的时候也用的就不一样。所以有这个全球全人类这种视野以后呢，你再中国人传统的固有的那种审美的东西来把它写出来，写现当今
中国人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精神状况，像他的日常生活，我觉得是非常的，就可能把作品能写得好一点，就可能把作品写得好一点。因为有时搞写作人吧，也经常他关系是什么，他产品在哪里，咱现在这种生活，因为大部分中国作家都写是中国，写这种日常生活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阅读，外国人阅读，给他有产生这种影响。后来我看过好多政治和国度的一个交接这个节目，十六这个节目，所以说因为这几十年来，因为中国的出现，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秩序，它产生了失衡，这就是既然是这样，了解，说理解，说认可，所以说就可以放心的，大胆写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写我们题材的小说吧。我们以作品表才能写得更好一点。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谈的。另外，我的稿子里面对这个观念反复在说这个观念，但是这个离开那个稿子就想不起来，因为这个又是这个灵光一闪的东西都在这个拿去笔，甚至也在说这种话，要以最大的真诚来面对目前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，一些可以虚化的东西，要么是调侃的东西，还是太多。这个你在现实生活中，你这个人说话实在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你里面有没有真诚，大家一看见了，你或者胡编造的，现在是不能迎合里面有这个会做的会有的，不管他用什么名，你找不真诚，我觉得那都是不行的，都是不可靠的。再一个就是也不能迎合市场消费的东西，当然现在你不这个是要走上市场文学化，我总觉得投其释放说好这一层，才可能真实的准确的写出当下的中国，写出当下的中国，才可能是作品的有它的价值，有它的价值，才可能对得起你自己，也可能说对得起这个时代。这个我只能不能详细的来阐述这个观点吧，但我只去把它的意思提出。再一点，我就也经常讲，就是天性写作。作为一个，这个我也时常在提醒自己，天性写作。因为现在的写作确实不容易，确实很难静下心来写作。因为现在没有谁是专业作家，没有谁专，除非有好多人在网上专门写，那也是一天到晚在网上写，但是说。在我知道的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干扰的东西太多，能静下心静下来写作的人确实是特别少，因为写作是最耐不得烦的，但是你经常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经常就破烦的，就烦得很。这个而且在写作过程大家反正都是搞写作的，搞创作或者搞评论，他其实都是在写作，都是一样的，在写作过程中也耐不下烦，经常就是这个又这样烦就不想写了，就不想写了。但是写作它特别讲究节奏，你一烦这节奏就乱了，所以好多作品前半部写得很好，后半部就不行了，前半部写得好在走了，后半部分就不好看。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，其实就是耐不下去，不耐破烦，就是那个力气。所以说这一点吧，因为我在上级作协的时候，我每次开工作会的时候，都给大家说这个一定要前进，但是他确实做到前进，确实是不容易，但是你
一定要做到这个。所以自己呢，我在这写作过程中，那以前也是杂事缠身，有时呢尽量提醒自己，尽量提醒自己。前面吧，这个一早晨起来，就在开始在桌子上只写了十来分钟，就开始交往了，然后又签了一堆书，到这儿吧，就是再说多一话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。最后吧，再一次感谢上官学院，再一次感谢这个全国各地来的评论家和作家和学者。因为上洛这个经济吧，它现在还不是很发达，但是上洛确实是一个好地方。因为我给上洛写过的广告词，就是“秦岭最美是上洛”，这不是说胡吹。上洛的墨在，上洛七八县全部在秦岭里。如果说秦岭美，那肯定是上洛最美，上洛最美。这个当写完以后，陕西好多地方很有意见，报记啊、南康、南康。就说是，但是目前说了，他就没办法再说，他们也没，他不能说这样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上洛这个地方，这个你看在西安，目前现在虽说广州特别热，北京特别热，但都说他地方这个上洛节奏特别凉，特别凉爽。这里四季分明，确实四季分明。我算不一定丰富，但是啥都有。四季特别肥，四季特别肥，这个很少有雾霾过来。但今天我看天有些灰，咱们估计那不是，那是雾，不是霾。原来是老旧。而且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，这里爱写作人特别多，爱写作人特别多，而且写作人也特别多。这个地方给西安输送了多少作家，一批一批说，但留在这里也是一批，还是一大批大批都是在这里。这个唯一说吧，它需要一种交流，一种冲撞，一种冲撞。因为这个，上一次吧，我们的宣传部长啊，现在当副书记了，在我省作协吧讲过一句话，他是讲陕西文学生存的原因，他讲了几点。就是当时就讲的延安那个时候，就来了好多好多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学大家、艺术人才啊，都在延安。他和当地的文学吧发送、文学艺术发送一种交流、一种冲撞，才形成了后来陕西文学发展的一些东西、一些记忆。我觉得他当讲的很多，但是讲了。这个方面我觉得讲得很好，所以说这个盼望大家到上洛来吧，能带来文学影响，能带来文学影响，能促进这里的文学写作。这次会实际上是这次会最重要的意义，最重要的研究我那个重庆的话，谁都爱听说好的，这是人性的毛病，但是确实恐怖，确实恐怖。你自己我就觉得这就像什么，我觉得我还年轻着，痛着就老了。这个这就觉得我写的啥东西别人还都知道，但是我一直怀疑这个东西，怀疑这个东西，主要是经得起经不起人家研究。但是这个事情又不由我决定，由那学院决定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大家就来了，我是只能请请不请吧。他就好处就是他不请你吃调整以后的创作，调整以后创作，所以但更重要的这种氛围、这种气氛，给上洛带来一股清风、一股吹风，进行文学的这种交流、文学交流。我经常在陕西一些大学里讲，说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，而这个陕西这些学校之所以是陕西的大学，或者是上洛，表扬是上洛学院，因为。到北大去，北大满校园都挂着红布或者牌子，都是谁谁世界上谁谁谁来讲学，谁谁来讲，谁来讲学，你不一定去听，当这种氛围啊，你就知道我是北大，啊，其实北大这个，你说别的啥硬件咱也有，他有我也有，你有老师
这边又有劳资，就是那种氛围，那种实验，那种全球性的学术交流，那种氛围吧，是一个木头靠在那儿三年都成型，啊，三年都成型。小组这个搞大事业，搞大事业，起搞自己这个坚持，这是特别重要。对创富是这样，对学校吧也是这样。所以，请大家这一次吧，以后多来啊，留下你们的微笑影响，促进这个微笑创作。谢谢大家。